夏侯惇是一个有位移、控制、护盾、真实伤害等技能的全面型坦克英雄。被动技能视目，夏侯惇生命值低于一半时，会在短暂时间内获得一个每次技能或者普攻命中敌人时都会为其自身恢复一定生命值的效果，这个效果有一定的冷却时间。一技能豪气斩，夏侯惇向前释放刃气，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如果剑气命中敌方英雄，可以再次释放一技能，击飞目标范围的敌人并造成伤害。二技能龙卷闪，夏侯惇获得一个额外吸收伤害的护盾，同时技能释放时对周围敌人造成法术伤害，且后续短暂时间内的三次普攻附带额外真实伤害，每次攻击命中敌人时还可减少一秒三技能的冷却时间。三技能不羁之刃，夏侯惇向指定方向投掷链刃，对目标范围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并使剑刃碰到的第一个敌人眩晕一秒。短暂延迟后，夏侯惇被拉至目标区域期间免受控制，并对区域敌人再次造成物理伤害。夏侯惇连招技巧为一三一二普攻，一技能减速敌人，接三技能控制，再次使用一技能造成击飞，然后使用二技能吸收伤害，最后普攻持续输出。夏侯惇控制能力强，三技能留人的同时增加了夏侯惇的灵活性，提高一技能对敌方英雄的命中率，不断使用强化后的一技能来控制敌人，使夏侯惇在团战中有更大的发挥空间。